还有是妹妹衣服应该都是黑色，几乎都是黑色。我想看特效。为什么我都没有新的特效？我已经新手很久了。那明天再开两个小时。如果我明天再开两个小时，我下礼拜又不能直播了，各位。因为我一个礼拜只能播两个小时啊。这是一个特效。高老师晚安。为什么我是老师？有些特效要活动收集，了解。对，我下个礼拜，对，我下个礼拜要断考，好可怕。不是好可怕，应该是说好紧张。刚才戴眼镜很像老师。我眼镜不在这，我眼镜在外面。好吧，今天不能戴眼镜。对哈，零一他播八个小时，好厉害哦！他为什么？那他有尿尿吗？他有去尿尿吗？零一有，谁有跟到零一的八个小时？他有去尿尿吗？八个小时应该有尿尿吧？他是从几点到几点的？一点到八点吧。对，零一都不喝水，他都一直喝饮料，而且他都不会流汗。我们每次跳 reset， 第一首到第四首，然后每个人都满头大汗。然后结果他都没有流汗。晨晨也想挑战八个小时吗？没有，晨晨没有想挑战八个小时，我觉得好难哦。我有点担心林一以后会有肾结石。OK， 会跟他说，叫他多喝水。3点到10点，哇塞！好厉害，好厉害。欸，你都没有盖紧。嗯，我家好拆呀。那个八小时千万先不要，我还在成长期。OK。睡眠很重要，但它是3点到10点。没有用到睡眠时间。睡眠很重要。我刚刚也睡觉，我刚刚从5点睡到5点半，然后化妆才开直播。晨晨和晨妹平常几点睡？你几点睡？我妹妹都比我早睡，她差不多都10点多。欸，没有，她不一定，她有的时候9点多，有的时候10点多，有的时候11点多。对，我才睡半小时，因为我刚刚真的很想睡觉。看那个一秒约好，帮我拿我的外套，我有点冷。
晨晨今天的走走好开心。什么是走走？你看，你看，给妹妹看，我看过。这一定是廖雨晴的声音，我好像我在 IG 上看到过。酒精的，有人说妹妹看完 MV 有什么感想吗？所以你要看，你要认真看一下，你要讲感想。在卸子加油。不行，你要看。那真的是成员的声音哦？问祖祖他说不是，但是我觉得很像刘雨晴的声音耶，我一刻就在猜是不是刘雨晴的声音，但是我不知道，其实我真的不知道。问他呀。我不知道。换谁？刘雨晴姐姐。姐姐，装好可爱。你看，没礼貌。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你要认真看。但是我觉得超级像刘雨晴的声音。我觉得超级像的。别忘了我们的约定哦。感想，你要说。很可爱的感觉。就这样。对啊，不然嘞。叭叭叭。干了。感觉不是成员的声音。但我觉得超像，晨晨穿夹克，这个不是，这个是外套，给你，对，夹克就是外套，妹妹的感想很简短，就是可爱啊，可爱哦，你们是不是也觉得很可爱啊？我们来听韩文歌。你还记得是什么？记得，听过。晨晨拜拜拜拜，他讲他讲这首歌，跳起来，我还不会跳，
好开心哦！今天全妆好开心。所以现在 MV 上和球晶哪个花的时间比较多？是球晶吧？不是，是那个班里。是 MV 的时间花比较多。那你刚才说？对啊，就是问啊。是 MV 的时间，因为 MV 是社团的时间。社团的时间差不多是两个小时多，然后球晶我只是早上过去一个小时而已。可是那是每天，哎、欸，对，你要一个礼拜算，一个礼拜一个礼拜。那是球晶的时间比较多，可能会请摩托拜，不会，我只会骑脚踏车。嗯，好好看哦，其实它很难卸，我刚发现。很难撕，他跟他照片不一样。MV 平常的活动量就是学这首歌啊，就是舞蹈，就是我们第一节课是就做一些律动，然后选副社。然后选副社长，我是副社长，我就会被选上，好开心。然后第二节课我们就讨论说校庆要跳什么舞，然后大家就选了这首歌，就是这首歌。所以我们现在 MV 社的老师就在教这首歌。这是什么？我刚刚是有特效吗？还行。怎么感觉陈妹数学比较好？哪有？有吧？她根本不会数学。哪有？这是数学全班。但你是国一耶。那算高吧。有 MV 社这个社团，我问过很多学校，他们都只有热舞社，都没有 MV 社，就我们学校有 MV 社，好奇特。而且别的学校以为我们学校的 MV 社是在拍 MV， 但不是，我们就是学跳，对，学跳就跟热舞差不多。但是我们学校参加，对，因为我们学校热舞都不是跳流行舞，都是。不是，都是律动而已，就教基本的律动。我觉得第一节课的对，差不多。我们来听 Blackpink 的舞 ，MV 社第一次听到，不是拍 MV， 是跳舞跳流行，干的。你有两只手涂？没有，我现在只涂一只手。我想要等完全干。热舞社本来就是不是跳流行舞，但我们学校不一样，但别的学校是这样。我一直碰到，不是拍 MV， 可能不热吗？我好冷，冷气开太强了，我不是已经没有调很高了。现在跳舞跳跳舞，你教 MV 的舞比较多，而且现在都是跳韩团，韩团的舞。想不起刚因为很吵，所以要重新听。我没有感冒，好可爱。慢慢的情歌唱啊。没有教抖音的啦，为什么会教抖音？留言，韩团的舞我觉得比日本的难很多，
的声音好温柔，大家听一听。我比较适合抖音社，好好笑。抖音社，好，因为我今天化全妆，所以我等一下如果拍很好看抖音就发给大家看，好吗？等一下就发给你们看。期待。但是如果我拍不好，我就不会发了。晨晨全妆好看，都拍了发嘛。但是如果拍的不好看，就会对，就会被我存在草稿箱里。好好笑，高林看，你看，那也是没办法，好好笑，那也是没办法。那也是没办法，这是我最近的口头禅。这首歌叫 On the Ground， 在地上。晨晨知道有一个几乎都在跳韩团的 YT 双胞胎吗？女生吗？我知道，我应该知道。我最喜欢听这首歌，超好听。On the ground， 在地上，超好听。Hello。看我妹的手已经干了，好好看哦，好看。 On the ground， 好好好看。 Rosé 好好看。大家最喜欢 Blackpink 的谁？我最喜欢 Rosé。 我喜欢 Lisa。 最喜欢 Rosé。 我最喜欢 Lisa。 有人跟我一样吗？一定。还是大家只知道，大家知道 Blackpink。 没在看韩团，那就看看我吧。直接这样，好油哦。陈妹何时要来选三期生？他这样看着我摇头，他刚这样，好好笑哦。不喜欢穿裙子，喜欢拘束，拘束一百分。我是 Blink， 我都喜欢。拜拜，快去吃饭吧，各位。应该边吃边看啊，搞什么？还没吃的，赶快去吃啊！